让粉中经过高山翻译，让我游戏形式示范战国时五代及竹青人的打法。让我在强调此时作战的同时，亦注重玩家安全，因此武器皆以泡棉制作，请大家安心。接下来介绍火枪兵，它有三种射击的方式：填装、瞄准、射击。填装、瞄准、射击。填装，瞄准、射击。以及最后的白刃杖。接下来是长枪兵，主要进行刺激。骑兵刺。及最后常用的拍击。接下来介绍武士，主要经由为大将以打刀进行压制性的攻击。接下来准备练阵。目前大家所看到的是战国时代常见的部队阵型之一，接下来为大家演示，开始。然后接下来示范的是我们在那款游戏上实际游玩时的规则，主要是每击中对方的时候为一分，接下来我们演示的是两分制。以上的表演就先到目前为止结束，对，掌声鼓励。